一人维持这个价钱，让你们放心。十天两天，我只是穿插几次才不会闷，因为刚才闷很久了，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聊天。来，八百，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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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来沙发，纯洁的，无啊，无底牌啊，来沙发吼，阿妹妹底牌呀，手，阿妹妹。我是唱的是张信哲的。哪里人啊？张信哲。有会唱啊？有会唱，不准唱啊！你刚刚有鱼啊？我刚刚有鱼，我听见了。来，快点，你地板在遐春节吼，无想要收啊？来，你唔要食过地板啊？是拄啊拄啊翻俗的无？就是较早食素食，啊，即摆食草，哦，食草无介久，你捌食过地板？你该等于真来一个外地，两百来，即摆好多，互你请食。来，老板说卖600啦，没关系啦，还是80给你们啦。来，冷爆红黄铜，今结婚我让你最低不要下来，冷爆红。来，姐啊，买几斤？买几斤来？冷爆红就搞定了，这里忘记了白带鱼还有吗？有。白带鱼没有了，没有啊。来，冷爆最好杀了，别帮我写出吧，你忘记了吧？还有人要吃吗？来，所以来，多加，来，我给你啦，来。来了，第七批来，最后一批来，这大只的柠檬鸡腿哦，来最后两个哦，来最后两个人给柠檬鸡腿排，有人没买的吗？你说真的，赶快买啊！下次我没有，我跑到你背鸡腿，你能帮得完多啊？来，能帮过来。就你想做，八只200，还有人需要吗？柠檬鸡腿排。柠檬鸡腿排，对了哈，这么起价，准备啊，来能帮。冷爸柠檬鸡腿排，今年特别完世间爱情啊，对不对？好香啊！第二就要办啊！来，鸡腿肉全冷爸。那你明天才会出现哦。黄鱼，哎，有矿你记。那要看日期时辰的。我有啊，你别问我来催我，我有啊，但是我打工做的。来，鸡腿肉全300好，几个倍多？300来，鸡腿肉全手工的，对啊，来300来，一斤就300个，来3斤、4斤、5斤、6斤、7斤、8斤来300，来9斤、10斤来300，几个倍多？300鸡腿肉卷，下次，嗯，来下次，来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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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全部让我理解那边，来300过来，这里有15只，300一个客人买下了。Hello， 没有鸡腿肉卷的呢？姐姐啊，对不对？鸡腿肉卷上吧，你等等。来，三两天价来七百块来。来一百。连鸡腿肉卷还要起价，来七百块。这是要烤的哦。来了，第二年啦。来了，七百块来啦。来，第七百了，第七百。这买这种气炸锅。对，来这样简单的鸡腿肉卷七百块。对，针对他们的气炸锅，今天我讲来七百，这样简单。对。来，你包我，包我，多少？包我多少？谢谢了，很多包哟。来，阿妹吃这个劲辣鸡腿条来，来两包才300多，300会再上价，好啊？没有啦，那边没有。来包两个，来这样一包唔免200，来包我多，劲辣鸡腿条。
我包两，对啊，大家你们不知道什么东西，不知道就让给别人买喽，来七八块，一人一包，鸡皮条，一包两包，没，我给你七八块两，来小姐赶快，这是好东西啊，你们不懂啊。来七八块够了，没事了。吃三包，大概吃三包，六就不要谢我今天。来，金沙鸡腿条来100块，都买到了吗？来七八块吃能包两不啦？不可能100块哦。哎 ，Hello，excuse me，yeah，OK。来帝王蟹棒来三包，来能包吗？他们讲帝王蟹棒，来几两几分？来两几三几四几而已。来五支啊！你来六支啊！你来七支，来八支，来九支，来十支，来七两三，来四，来五，较济人买了无？十支够买你，够送你五支，来200块。200哦。200块，十五支钱，解冻券是不？来200块哇！来用冰板这样子来，来六个人去，来1000块来。来一千哦。因为这剩过去休息，来六个盘子给我红的。哇，老板。红哥的厨师叫袂歹呢哦。去掉没办法，谢大哥。来1000块来，时间无大，休息会回来。来六盘了，你有要吃七盘的？卡手卡咩嘞？来1000块好不好？来1000哦。我收收啊，我帮你等到等搞好。来1000块来，坑的坑的坑，卖收啊，一人包好客来。有。现在要怎么回啊？是啊。上场的走啊，收不动啊。来，起来上，起来上，起来上。啊，起来上啊！我唔听我的话啊，哈。来，1000块来，1000块，1000块够开了。来500咯，拢包起来，来500咯。来1000块。来1000咯。来跟两包烧的呀，500咯啊。为什么少了2包？我跟牛二还有。来1000块啊。豆饼娘，我准备要2000两包嘛，今天就把它淘买2包的。淘买2包的对啊，好拿去，给我上会几万嘛，赶快来。来1000块，哪个人给两斤蛋钱？来1000块，来啊！阿爸，要摕4包哦，要怎么？来1000哦。你吃一半，给你1000块来。1000块。我是要洗碗，全家都洗碗。阿要喝哦，来喝几碗，喝一包来。阿姊喝几碗嘞？不上啊。喝几碗加？不上就上我碗来。来个3包哦。阿加。阿哥一包，文凯在吗？文凯在吗？文凯在吗？1000块来。你们纠结啊！你们急，你完了。女生，来1000块来，赶快，姐姐，来1000块，月台哪里？赶快拿钱，来1000块。在考虑什么东升啊？来个上，来这日式烤肉串来，来上我碗来。上我碗。上个包了，都上个地窖。来纠结，让给你急来1000块。这是你们现在面对的，你搞明白了。那个女生谁吗？来1000块，六个客人而已。1000块来，1000块。1000。我给30，你不能叫他们光扛杯啊，不可以来上。来1000块，不要不叮当哦。贵不贵啊？不贵。不贵，阿英几下单了？单一多少？你说。包鱼要退回来，包鱼啊。上次包鱼要带出来了，带很多啊。在右手边的。你们卖多少啊？来1000哦。来，就掏钱给你们。小姐要吗？上次是在右手边的，现在要收了。你说他这样卖的，那个他已经赚了多少了？有吗？看起来像那不。有来两包两包上啊，免出来啦。你提出来好看难卖啊！来纠结金子来，今麦爱卖金盘啦，你搁提金条，我怕你冲我胃里去，我是笑，惊我搞病啊！来包鱼来，上几条鱼啊？来1000块来，哪位来？1000哦，来几条鲍鱼来？一个价两只包邮，来1000块。哎，这盘1000，不盘超钱，搞一个。安平，你看看，你对我你满意？来1000哦。来三个人，估了没有？来六个客人而已，赶快拿钱。来1000块。快拿钱，1000块。来1000。1000。1000平台的哦。过来买买这盘吧。1000块，我嘛超一个买。哎呀，不然要银纸呢？来1000哦。来1000块 ，Hello。Hello。有没有买这盘？没有。哦。真比较包了。包会了啊，会我带你去看啊。来，赶快拿东西给我了。今天阿布差一岁。今天跟我差一岁啊。下面我。
牌一千，拼盘一千，下吧。啊，随便上场，随便上场。一千一盘一千哦。买台买台，都涨了你看。阿妈在后面，等一下就分了。双板猪，一个还能爆红。来一千块，卖光光是搞得好东西。来一千啊！这个不错，不错吧？来，请求绝对来。收板猪哎！来两百，两百三百块。来一千块。来一千啊！赶快啊！赶快拿钱呐！裤子就不行了。不然。没人钱可以出来哦。哎，进礼物。不然你要。唔惊，我招姐赚钱来。不然你要。来一千块。来一千一千啊，不然你们要少嘛，一盘一千。文凯，你没水准。物超所值。你讲那句话没水准。来，收回去。往这边啊。卖在哪里？一百八十八元来。来，一盘一千。今天下午比较多。今天被人狂刷鱼，是最爱的，不是不是也谈的。今晚到底要来两包人来。来一千。和尚做的高会，和尚爸爸妈妈的。来，叶小姐，让给他几千块来。来一千块。双板猪再一片，双板猪两片了嘞，再送啦，我们送了两个，送啦，我们三对双板猪的七五八块两个，来一千哦，开始，哪个人给你？你不对我买不进去哦，来一千块，哎呦，来一千要吗？六个客人，来一千，你不要怕，赶快拿钱，你会很高兴的，不用害怕，来，不用害怕。六八六八，来一千哦，一盘一千哦，来，起来，还没结束，还没结束，进几包几公斤的鸭来，来，有动力了，有动力了，来几千块，来一千块，最后三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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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呀，你给我气死了，哎呦，来几千块，睡呀，来一千块，来呀吗？只有一个拿钱哦，谢谢小姐，等一下啊，你盯得下吗？我再送的话。可以啊，再送啦！那你再买两台。你送哦，我都没物件啊，你搁捡起来送。姚丽艳。喂，哪里来了？这个啦。我这三杯酒今天抢，卡箱三杯酒，这是我们的限量商品。你有没有这个？来，来了一点。我下底全部物件都冰干的。哪一个？来全国两个，来一千块来。起来。我说这不真的不知道你们在看这一盘到底在看什么艺术。这一千块真的是两千。来一千块。一千五上。降低吧，我跟低吧不上，上面不要钱，降低吧不够。来去得过哩，进去得霸火，来先出了，来一千块来。来有要吗？一千。你们其他的人是没有带钱出来啊？这盘给别人的人。来一千块。我是不是要赚到我卡安尼卖恁呢？来一千块。来一千块，一千块。嗯。对，你要用一盘不？我今天这盘你卖掉，你拢赚到啊？来一千块算了哈。哎，我回去买了，我回去会不会同一起干你？浪费我的时间，我已经卖的超便宜了。来，赶快拿钱哦！赶快哦，已经买出来了，放不下去了。还在考虑，就是好像帮帮你们。帮啊！还想得多，多米多。来一千，来一千，来一千块。还有谁需要一盘一千？来，快把钱拿出来！来，再来一片鳕鱼给我。对，三木。好鳕鱼请方便买我捧过来一款来洗我就请方便可以来放好了这一台一千块了来一块几千三百猪哦卡箱三杯鸡鱼皮两包来一千块来疯了真的疯了来多利一包一公斤两百五哦你讲讲什么好双板猪沙的来日式烤肉串这样一千已经买不到了来大大碗来鲍鱼来来乌鸡碗来来乌鱼来鱼化龙来科外鱿鱼化龙来一千块来
个人的才知道。好啊，来，请开刀。要吗？来，算你，算你，算你。不用，不用，这个啊，不要去装了。哦，上家了。哎呦，算你给完了、啊。这是小腿。好，起来。你们去麦当劳，来，哪位老板？哪位老板？不好意思了。来一千块了，来就算是黄米大致的来给你了。我跟你们讲，来一千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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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是喜欢现。小姐，这样你可以吗？买大牌的好不好？我两个车子啊，你千万买一台，一千块的。太舒服了，跟对面的一样，别玩了。三个客人吃这一盘就好了，买一千块的。你今天太早回去了，其实平常的都在那边。小姐，快点来。十点多会在隔壁。小姐，快点啊！那、啊、你就太早去了，不用等了。不用等，不用等。你说明天又要去吃素了。准备老姨了，让你们带回家。来，几千块。来，过来，过来，过来，啊，料。啊，今天料。黄鱼，啊，不不不，香鱼。来，几千块。赶快拿钱啦、啊！来一千啦，快点啦、啊！谁要一千？一盘的，一千块。来，小姐，来一个，第一个。我对啊，我这一千块已经没看钱了。剩下两个。来三个啦，贴贴都。哦。来一千块啦，赶快拿钱。赶快啦！赶快啦，上好晚啦。哎呦，靠！来一千块，三半两，不要多干净。两个。一千块，够了吗？哎，真的有点太多了。来，谁买的？小姐，你要不要三盘都买了？太便宜了，真的，太划算了。这样一千块你绝对买不到了。我们傻。来就傻。来三盘。来快点啊！来一千块，大哥，来两个。慢慢慢，不傻，我不傻。这个。我们一样没洗。我只要被一样没洗啊！哇，你一样都对，一样都有新货，对。哎，我猜你买不进多对，兵哥。一千块另外算钱吗？因为人脉太便宜了，永远有新东西，没有啦，永远新东西。来一千块来，你要重点是新东西。来，这样结账可以来几千块来。我喜欢这堆几千块。来，收钱。哦。来，要不要收钱？没客户，没过来，没人的，没人来便宜啊，啦，免等了，怎么样？我跟你们讲，你们谢谢啦，来了，你们去外面比价比看看。谢你们，去外面比价比看看，你会觉得哇。真的，好来，连最简单的水饺，连最简单的水饺都便宜，来，我们结束，三四十块，来，不够了，没带啊，来几千块回来，上次我不说那个干拌面，他没有拿，来一千块哈，去拿，干拌面一包，青菜来，九千多，干拌面一包二十块，一位来了，然后我觉得很好吃。对啊，今天的，对啊，七十五块，来一千块，来一千块的，弄好了呀，一千，对呀，二十块跟七十五块的，一千二中八，吃三毛好了，吃比那毛好了，反正两家小怕，怕那小小毛病啊，一人开对啦，一千多，够啊，有啊，来啦，阿姨婆包一包，干拌面是真的哦。阿姨婆能大包的，没有刺的鱼皮哦，非常好吃。我去煮酱汁看看。两百哦，来两百块的青椒姐妹鱼皮，至少七十块。鱼皮都上了吗？没有。上了。少了一包了。真的，买这个干拌面很好，我觉得蛮好。来鱼皮两百块，给下面包呀，六六呀，六六哥呀。来鱼皮两百。这么下鱼皮吃下去。来个八中包。绝对没有鱼腿，来五百块通通给你的，来弄我李阳不爱来的人，来我爸爸，对，你爸爸不？几连包？我爸需要我的，这七包还七百，来三个，中包来，对啊，七八九百，我给你腿干净的，三百五十块一个客人，给三百五，一个，对吧？哦，对，七包我的高博学历，不用考虑哦，来了小包里来，我爸爸来开七百。要拿真正买好货，来这样买球，到底讲你几分？来三百块，我拢出几条了？来三粒，来四条哩，来三百块买来几条？我是卖五百的，来五粒，来两个人再买一条包鱼，卖到几？来五百块钱。五百。来两个客人出，来弄我哩呢？来五百块。来三百喽，三百块，贵个头啊贵！我今天卖三百，我今仔都贵。你在这来，你在耍，都贵。来三百，好几啊几人包一个？三百几啊？无啊无啊无。来啊！你点嘛？你耍啊无啊无。来三百。无啊无啊无啊。来可以来。你来我这里来啊。你打电话过来嘛？无啊无啊无啊。你在度无想比诶？无啊，你比较比较比较比。阿爹，我收单，你也是搁咧比，等下你嘛。你用比个好。歹势歹势歹势啊！后抓来你就知影，第一单拢安尼咯。阿爹，一杯五百块了。歹势啊！
这水的铁板烧鲑鱼啊，来秋涛姐，可以来我爸爸都鳕鱼哦，鳕鱼哦哈，五百啊，鲑鱼五百，这几样铁板烧的用的呢，先高一点一点呢，来这地给我一来我爸爸，来秋涛姐跟起来咯，是我无错，我把你个姐姐啊。来秋涛姐妹，来过来，我爸爸来变掉你鲑鱼，加中火咯。来秋涛姐妹来，我爸爸来。五百哦。五百块。你要两位买鲑鱼啊？鲑鱼五百哦。来上场嘞。来我爸爸。来新秋姐妹，我爸爸鲑鱼五百块来。有没有鲑鱼？我爸，我爸，我爸加七片啊。你给我个场，几号？免等啦，免等啦，真要收啊！来，来五百块，来，我搁等。来，五百块。卖人变成鲑鱼，来五百块。你真的买得到这么便宜的鲑鱼哦？来三百多。来最后两位，来五百块的铁板烧鲑鱼，来五百块，最后两位人变。幺四个这支五百块的样子啊，你等一下我来算。这么咸面的鲑鱼，来牛蛙两只就白来，来牛蛙两只就白，两百块来，两个红鸡两百啊，这只猪排啊，就好吃，就泡的这猪排，来个吃，两百块来，五只、六只、七只、八只而已，来两百两百块来，再请两牛蛙两吗？那就规定在这边买东西。来最后一位喽，从前面六鸟这边过来，来第三、第四、第三、第二、第七、第二、第六、高第二、来第六、第六、八八鸟二鸟几的卡，来最后一位走下来，两年了，来鸟二鸟给几百，他省的吃饭钱大概可以省掉，就是光给你了，鸟二鸟几的百两百，能省掉最后一位。这个省掉几万块，对，这是他们请教的，鸟二两鸡腿排，通通买到了吗？来，你们上劳动，红油哦。我算你，我算你订个片来，来算你买几千开关八片，来我爸帮我都五百块来。来，喜欢吃鳕鱼的动作快点哈，也时间不早了，你们不要再考虑了，不要再看了，来我爸后来，不睡吧，叫算你搞出准，来两瓶的，来三瓶的。啊，这边个客人一千五百八米，来我爸过来，鳕鱼五百块，鳕鱼五百谁呀？真正要收啊！来起来，我一个运气哦，四条五百，我收啊，你讲怎啊？要吃这条个客人，来我这，来这里我爸六十岁了，来五百块来鳕鱼，这里我爸好火，是不是想搞我？超火的嘞，来薯片，来这一片再带回家，来我爸过来，多一个钱啊！来我爸过来，这里。去年全部贵了，去年这里来我爸过来鳕鱼五百块，来去年去年去年，来个前两个都这里都拿到了吗？妹妹你要鳕鱼吗？清蒸红烧糖醋都好吃，来大哥的来电，来去年去年啊，进来啊，来我爸过来鳕鱼五百块，去年哎，喂，我表弟变化大了，我有皮肤了。怪物皮包，你别慌嘛，快丢人！好，五百块左右，我赶快来一人一份。来五百，你要一千还是五百？来最后一位喽，鳕鱼，我爸过来。哦，真的很痛，真的。来，这样结算你，我把这三百块的算你。完了，我发条算你，我爸和我是三二，来谢谢 ID 二，还叫我被毛边上。来多利鱼开车半块，来多利鱼，今天有没有啊？这样可能包上一斤来。来沙包。是这样子啊，丁哥他们跟员工一起吃。多利鱼啊。然后跟员工一起吃。三百。再加一百给我。加一百。再一百。保证爸爸，保证爸爸。来来来。干嘛紧张？要紧张不给你。欢迎走路。就像你们这么晚来，你就算全买了。好，来你多来五百块来，再来多来五百，一个买了，有输了大地无饲哦，两地都半斤了，这两地我你五百，无饲的大地你多四地五百，四地四百来三百，无啦，有输了三百块。哎，一片不到八十块，鱼肚嘞，真鱼肚没有品德，没有素质嘞。来三百块一个客人吃就好了，十米度东东有了哈，来黑暗这个不补的来，来再讲海北五百的四百来三百万的，三百块来今年都收，来海北要来三百的，来今年秋节让个讲黑暗来三百块来，
妹妹你要虾子吗？你要不要全部买满？太多了。我们赔一点。来三百块来。来三百块来。来要三百。来三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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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来，恁三个搞对头。对啊，对啊，有可能。三百块。来一人一盘，来三百块来。虾子三百，妹妹你要一个吗？对啊，你要吃一个不？来这里三百块来。要做你的，我等你的鱼啊！你要做那些些了？来，晚上就回家来哦。礼拜六、礼拜天你帮我叫我，是。谢谢大哥。多谢谢哈。多妹妹搞朋友了。来，这个上上来了，来三百块了，多了。来三百块，来海北，来三百，一人一半，来三百。你真想哦？到底是要买遐个啊？你呐？不要让他笑白。林大厂王中王，我聊聊好不好？王，一盘老东东东王国中，皇帝的皇。我跟你写工商委啊。喂，皇帝的皇。来，上一下红金啊，卡切啊。各位观众朋友，你到金达港。来三百。来，来三百，快点啦。最后两个人家无啊无黑啊，我真正了钱了，恁三对啊，来三百好了。我发了微博一盘。哦。个两老赖哦，哇！伊阿车脸书的账号，三百，是吧？太极，啊，你有咩阿妹？你要太极，然后休假太极考一个，有毛病？来三百春节呀，过来，过来啦，好嘞，阿妹妹。哎，来，阿姐，伊阿三妹搞阿包包呀，你过来要搞阿包对啦。来，大哥来两秒找你。来一千块，来几百好，阿姐你也生去摇不摇？一千块，上不？来一千上不？阿姐摇摇不？阿姐你要吃一个？你要吃哪？这呢？你个宝贝乖了。八百了，一盘七百五，七百六，会不会啊？还是你变的嘞？买你变个一盘六啊，我喜欢买你五盘，七百六会不会啊？这样一大盘来五百块六，收收的啊，来五百六，好，谢谢。好，谢谢。来啊，鱼啊，一千。我你有要吃鱼啊？谢谢。你盘一千收收啦啊！一包红的都要三片，谢谢妹。来一千块。不客气妹。阿伯的，明天见啦啊！哦，差不多了哈，拜拜，谢谢，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goodbye。好的，看。好，谢谢啊。蛮牛有卖，蛮牛没有卖。哎 ，Thank you very much。那一罐，那一罐红豆好过。红豆好过。Everybody 有个美好的一天。哦。感谢你。哦。遇到不到的家电都感谢你。今天叫啥位？叫会员波来快开啦。感谢你。明天再换的啦。OK。哦，还不错啊，我觉得 OK 啊，今天感觉呢，那个，哎呦，我跟你拍起来，很爽，你当时拍起来呀？我想一下，看一下，等等。OK， 那就这样吧，也累了，一点到现在也四个半小时，快五个小时了。我们又在倒数计。到五分钟结束今天的直播。五、打，到底到底。看看这个就是秘密哥跟 Mr. Wang。Mr. Wang。秘密哥跟 Mr. Wang。到。三、二、一。好，拜拜。See you。拜拜。